大家好，欢迎大家使用本公司最新推出的三元塑身仪。它将声、电、气压完美的结合在一起，是一款专业的纤体抱枕仪器。仪器由机身、三大功能手柄组成。纤体大头，它由射频、负气压结合在一起，针对大面积部位操作，如背部、腰、腹部，纤体塑形效果非常好。纤体小头，它由射频、负气压结合在一起，针对小面积部位操作，如面部、四肢、经络的地方。强声波抱枕头，它由射频、强声波结合在一起，可以一边塑形，一边对于身体的脂肪部位进行抱枕。